以色列基提七章第一节，在西耶和波西蒙阿撒阿塔撒西人间要该啊，以色列他喺西罗亚的日子，西罗亚是哈啊撒利亚的日子，啊撒利亚是希勒家的日子，撒尼希勒家是撒龙的日子，撒龙是撒督日子，啊撒督是哈西图的日子，三啊希图系阿玛利亚的日子，阿玛利亚是阿撒利亚的日子。阿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是米拉约是希西拉亚的儿子，是希西拉亚是穆西的儿子，穆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阿比苏的儿子，阿比苏是比尼哈的儿子，比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达基是阿伦的儿子。六这以西拉从巴比伦上来，他们接的文斯通塔亚佛法之石桑之所斯摩斯律法书蒙云尊塔之石所祈求的在人亚佛法塔桑之石是帮其他切阿塔石是蒙提切人以色列人只是里面人过冲的消门的尼提尼要桑亚路撒冷的蒙提切人日以色列到了亚路撒冷将提求将日出日日他从巴比伦去前，因他上帝是受啊，是恩的受帮助他。五日出现日超多了耶路撒冷，十二是啦，天之靠叫进行耶和华的啦律法，要将呢列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十二之时，二是啦喺痛挞耶和华诫命和使以色列之呢列的文书。阿塔石是王斯塔斯吉塔之意，从恩下作述。十二诸王之王阿塔石是塔尔之士，二是那同塔前双双的律法大德的文书润润。十三出差我国中的以色列人之士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公之尊他们与他你同去。十三啊十四。望以切该描述基人才尼去，照你受众上帝的律法书，擦满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健康。十五要带检员，耶超斯望婆描述甘心啊，先结出耶路撒冷以色列上帝的协调片带你猜巴比伦全身所得的检员和百姓，只是落以先结耶和耶路撒冷他们上帝天的礼物。一切所以你们当中这金元结束卖供养供绵羊绵羊教父同先的书之天之之物先差耶路撒冷你们上帝天的坛行。十八先下的金元你佛你提上看作怎样好修怎样用重要尊重你们上帝的旨意。十九和所教给你们上帝天总是用的器皿你要教在耶路撒冷上帝面前，你是你上帝天里若在要需要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库库里支持。你是日我阿塔切是王，要攻击如何使的一切啊苦干涉，同塔前上上帝律法的文书之事已是啦。无论向你要什么，你们只要速速的判例。二十二，超轻元做切到热白塔连得米至热白啊，可以超热白帕铁，摇热白帕铁，人不接其数，也有劫塔。二十三，凡天上之上的受分布的，当为天上上的天，详细判例为何是分努力到连到网和网中之的国呢？二十四，我要受之，你们之。而只是呢边人过窗的、少门的、和你前人边上的吞当差的，不可教他们进宫教税纳税。二十五，二是啦，要交出你上帝使你支配，仲需要明白你上帝律法的严厉为事实，审判官处理何事的百姓，是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上帝律法的人。二六，凡不遵行你上帝律法。佛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听他的吹，佛赐世，佛充军，佛抄家，佛啊朝金，
二七二四拉萨加婆房，我们列出上帝黑人同情兄弟，因他是忘记这心意，消失亚路撒冷亚婆法的天。二八要差王婆苗师，并当年的群众面前是恩怨我，因亚婆法我上帝的笑，忘记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走出，受量与我一同上来。